途家民宿自制微综艺《花样民宿》，我是民宿管家纪德熙。首先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民宿体验官 Cowan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Cowan。大家好，我是 Cowan 的队长 Choi 崔少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owan 的成员苏苏苏宇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owan 的成员徐方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owan 的成员雨农。欢迎四位。每一次来我们节目的嘉宾在开场的时候呢，都会要经历非常残酷的真心话的环节。哇，真心话呢不止我要问，你们彼此还要问。我们接下来呢要用一个非常奇特的方式，我们平时黑白配都玩过吗？玩过黑白配哈，但是呢黑白配为了我们更明显一点，我们只出一跟五好不好？一跟五，一跟五，少数就算输，多数的就退出。哎，好押韵啊，少数就算输，多的就退出。哦，多的就对对对，只出一跟五取代黑白配哈，一五一，哇，都出一，好，再来一遍，来，一五一，好，方舟第一个输，你挑一个人问你一个真心话，那我雨农问我一个吧，你挑问他狠的哦，问他狠的，对，不狠的话我就要加棒了，多狠是狠啊，你先问一个，先测试一下嘛，就刚才那个，就在那个外面走，往这边走的时候，就是走了好多遍嘛，因为特别冷，还要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，你想不想打导演？没想，对，可能再走两遍就想了。这个是一个问题，这个就不算问题吧？不算不算不算。好，我来问，如果剩下三个人当中挑一位，你这辈子不再跟他住在一起，你会选谁？为什么？这辈子都无法，一辈子不行，加条被子，两条被子。这个必须要掌声的，对吧？没有说，没有说不可以这样回答。好，少鹏，你现在挑一位来问你一个问题。那我也挑农哥。这除了我以外，还有三个人吗？还有三个人，就这三个人，如果让你选后半辈子，就是每天都跟他要住在一起，你选择哪个？我选择死亡。不行不行，一定要选一个。那我选你，因为没有跟你住过。哦，会有新鲜感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好了，那最后只剩下你们两位了。但我觉得我一直在被 Q 啊，我那是你兄弟的问题吗？对不对？好嘞，整的是雨农。好，所以你挑一位下来问你，随便挑一位。嗯，哎，你问我吧，我喜欢就是那种，就是你能问到我的那种。哦，简单粗暴的是吗？简单粗暴的那种。说出上一次嚎啕大哭的经历。嚎啕大哭的经历。我怎么东北人哭过，上次就那个上声乐课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上声乐课，然后我说因为唱的没有三位好，没有单独唱一对一的课，然后你就拿那个歌词看嘛，然后想到了自己的前女友，没有前女友啊，是不是？我想的是我的奶奶，向奶奶鞠一个躬，新年快乐啊，苏苏，我是结束了是吗？没有，你现在要选一个人问你问题，还是你来吧，我就不难为我们的队员了。对，好，请问现场你随便挑一个人，说他一个优点跟三个缺点，一个优点，三个缺点，随便挑一个，我给你挑的权利，要不然我就给你指定了。给我挑的权利吧，我挑吧。害怕了，我还是挑好了。你吧，谁啊？我，你要说我一个优点跟三个缺点啊？很想听，来，洗耳恭听。优点的话，全才；缺点的话，就是会太多。你不会什么？还到底还会什么呀？厉害厉害厉害，太厉害了，你们四位。最近在忙什么啊？各位有没有在一些新的作品要带给我们？今年的一整张专辑，然后已经发完了，然后方舟也需要去演戏嘛，然后阿崔和宇航也要上另一个节目，对，有每个人的安排都不一样，对。哦，看样子大家都是很忙碌的一个状态。那我要替观众问一个问题，请问就是接下来要带给我们的新歌跟之前有哪一些不一样啊？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尝试不同的曲风，然后每个成员也会出不一样的 solo， 请多多关注我们的新专辑 Let Me Love， 对，很好听的歌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，叫谁是卧底。 Lady Go， 来，四位请出列，剪刀石头布，方舟第一个抽，剪刀石头布，
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，谁是卧底。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花样民宿之谁是卧底。在这之前呢，你先抽你的身份，现场有四张身份卡，你先看一下你的身份到底是平民还是卧底。就这个吧。哦，哇，你是千王哎。卧底任务一，确保没有人发现你是卧底，不许自爆。二，在游戏过程中让某某的分数始终低于自己。某某呢，就是除你以外的另外三位，你抽到谁你就要把他的分数一直关注，他的分数一直要比他高。就这个吧。Troy。 哇，那完了，比不过。加油，不要紧张。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呢，就要来抽签，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。 C 位。好，请看。来，哇，那么巧的是吗？太厉害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请你念一下你的任务卡。哇，请问你最担心你的游戏的劲敌是谁？游戏劲敌吗？方舟是给你的。然后雨农的话也还好吧。队长。对。哦，少鹏你比较担心哦。对，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脑回路比较转的会比较快一点。对，希望你不会抽到他。好，还是 C 位。哦，感觉你赢定了。好，加油，一会儿加油。谁是卧底这个游戏玩过吧？玩过手机版的。但是一定要先抽身份卡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在你面前这两张，确定了吗？啊，确定了。真的不后悔？不后悔。不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换了吗？不换了，不换了。我相信命运的。是个狼人吗？这就一张是吗？当然。这次能被我抽到？对啊。我要给你的卧底任务。对，你看一下你的人设。那这个某某某是我自己选吗？是你自己选。其实也不是你自己选。现在我面前有三张除了你以外的另外三个队员的名字啊，你自己选一个。你觉得谁会比你强？游戏好像他们都不太行，都没有你强。我感觉我可能就赢了。看完名字说不定就赢了。哎呀，哇，我们最憨实憨厚的老徐。所以方舟是在你看来玩游戏不怎么强的人。他可能会慢一点的，脑回路没有你。游戏玩完了他啊。原来是这样。好，那一会儿见了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因为呢，由于剪刀石头布的关系，所以你是最后一位，所以呢，你只留下最后一张卡。Okay。 直接看你的身份吧，给我们镜头看一下。最后一张是这个。是的，所以呢，你对玩游戏有信心吗？我对什么都有信心。哦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给你看一下你的卧底任务卡。有一个人就可以。对，但是那个人是谁呢？你要做一个选择，除了你以外另外三位队员的名字在你的前面，所以你要抽一位。对。哇，农哥啊。怎么了？你觉得他玩游戏很强吗？农哥还他是那种生存能力比较强，很强的人啊。OK， 等一下见哦。好，谢谢。没有想到吧，这一次他们四个都是卧底。我觉得他们要演卧底这件事情，少鹏是会非常努力的，而且他一定会演得非常认真。而且另外两位呢，他们的敌人都是徐方舟，所以我觉得徐方舟本来玩游戏就已经够烂了，他们自己讲的不是我讲的，他已经玩得很烂了，他们又给他很多的压力，相信有什么好笑的。今天呢是我们本季的最后一期了，我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整蛊环节，我要去跟他们做游戏了，拜。